好的，那根据电脑模拟的这个结果呢，这是欧洲模式的模拟，可以看到在下周四，也就是6月30号，它的这个热带扰动的几率分布呢，大致上都在台湾跟这个巴士海峡这一带，其中的最高值呢，达到了60%，这意味着这个热带扰动影响台湾的几率是相当高的，也就是说，从下周三到下周五之间呢，台湾就可能受到它的这个云系的影响，也有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降雨啊，这是要注意的。那至于它会不会变成台风呢？那以目前的这一个模拟的结果来看，它的几率值都在20以下，这代表它的这一个发展成轻度台风的几率目前的资料看起来还是比较低的。不过因为这个资料还会再变所以我们必须再持续的来观察。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卫星云图就显示出来，还是一样，上半天非常的晴朗，下半天呢就开始有比较强的对流发展起来主要在山区，但是也有些部分的平地的就受到影响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雷达回波就更清楚了。今天的这可以看到这个比较强的回波呢，大概都是沿着这个山脉的这个边缘开始发展。北部呢这一块呢，今天发展的也非常的剧烈所以气象局也连续的发布了这种大雷雨的特报。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来看一下降雨的情形大概就是沿着这个山边呢，可以看到比较强的降雨这一条线上来另外呢，就是在北部在大台北地区呢也有相当明显的降雨是台北市比较少一点。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气温的这一个整个气温呢，今天在来讲的话，还是非常的高可以看到南投37，高雄38.5，今天东半部比较没有像昨天那么高了，36.6所以都还是相当炎热的一个情形。明天的状况还是如此。我们来看一下在晚上到清晨都是晴朗的，但是到了中午过后这个午后对流就要开始发展起来了会有类似的情形发生。大部分在山区，但是部分的平地会受到影响。未来的天气呢，在礼拜五、礼拜六基本上是比较类似的，因为这个是太平洋高压正在退缩。那到了礼拜天之后呢，是太平洋高压开始北移，也就是说南边的水汽会增加。礼拜天以后的雨呢，相对来讲可能又会比这一个礼拜五跟礼拜六还要稍微多一点。那我们来看一下气温的状况的话。就是明天、后天基本上跟今天的温度都不会相差多少都还是36度左右是比较热的。礼拜天以后呢云量可能稍微增多一点点，让高温稍微下降个1度，基本上还是相当热的。真正的气温的下降呢，可能要到礼拜三以后真正的云量增多以后才会有一点比较明显的下降。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明天呢。还是属于晴朗炎热午后有局部雷阵雨大部分在山区，但是平地受影响的地区呢也会逐渐的增多。紫外线还是危险级的所以还是要注意防晒。高温呢大部分的地区的这一个最高温度都可以达到36度所以在外面活动也要小心中暑以上是最新的气象。